哎，啊啊，哎，那怎么弄的？我不知道。那稍等一下，我问一下。好的，好，这个把李老师这个音频怎么解掉？它是设置吗？那什么？你给他怎么给啊？我没给你啊，那是那个李俊老师给的。这个怎么解除静音呢？解除静音。哎，就可以了。听见了吧？好，李老师啊，对，李老师好，哎，熊老师和同学们李老好。师好啊，这个各位同学们好啊，这个今天晚上呢，我们有幸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武轩研究员呢，为我们做这个学术讲座。首先同学们表示欢迎。从海报里我们也能看到，这个李老师是非常优秀的这个学者，包括在昆山文化，包括在工程考古学，这方面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取得很重要的成就啊。尤其啊，这个李老师对昆山文化研究是这个有很重要的这个收获，包括他的这个著作《昆山文化研究》，这两年也是一个非常畅销的一部著作啊，也是为昆山文化研究做了很重要的贡献啊。今天晚上呢，这李老师就是以这个昆山文化所出土的一种做这个比较这个有代表性的玉器，通过玉器来解读我们中华文明形成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物质的一个载体，通过玉器来怎么样来研究当时的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分化等情况啊。那下面我们就把这个时间交给李老师啊，好吧，李老师您请。好，那个感谢那个曾龙教授呢，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啊。这个我看这个好长时间了，因为今年也是第一次这个线上讲座。那么我想了想，因为这个材料呢，就是说这个都是我们已经发现的一些材料。我想呢，但是因为这个对红山文化玉器的解读啊，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那么现在我们看呢，就是说，仅仅依靠这个考古学这个角度是很难，那么需要呢这种多学科的这种合作，才能把这个玉器解读出来。那么尤其最近呢也看了一些书，包括给大家同学们推荐，比如说这个成神这样的一本书，是美国的一位学者写的，他就是对中国的这种宇宙观的一种研究。我觉得还有像露丝·本尼迪克特的这个文化模式，还有列维·布勒的原始思维。爱德华·泰勒的原始文化，包括金枝这些一些等等相关的这种民学的材料，民俗学的材料，这个甚至古代的这个哲学思想史方面呢，对我们理解红山文化玉器呢是很有帮助的。那么今天呢，我就尝试着从一些新的角度来和大家这个共享吧。曾龙现在能看到这个共享屏了吧？曾老师啊，喂，可以哈，可以，可以，没问题，可以，那我就开始了啊。我觉得今天我们讲红山文化玉器呢，要从这个2019年7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呢到赤峰视察，在视察的过程之中呢，他，我讲我熊老师，咱是2个小时，我想最后我讲到8:45左右，我们留15分钟的时间呢，和大家讨论啊，或者是看这个情况吧。
那么，总书记这个在陈公室博物馆呢，这个视察了40多分钟。那么，这是总书记在看这个兴隆娃一起聚落的这个场景。另外呢，这个边上的这位同志呢，就是现在陈公室博物馆的秦馆长。秦馆长呢，这个后来我问他呀，他说这个总书记这个观摩了红山，重点观摩了红山文化的 C 型玉龙。比如说这件，我们都知道这件玉龙呢，现在它的这个真品呢是这个收藏在这个国家博物馆。那么总书记看着这件呢，是一件的这个复制品。但是即使是复制品呢，总书记也在这个 C 龙面前呢驻足。另外呢，这个秦馆长介绍呢，问了2个问题，一个是这个玉龙的原料是什么，来自于哪里？那么另外呢，就是这条玉龙的原型是什么？我觉得这2个问题呢，这个。当时这个他们也给进行了解答，但是坦诚地讲呢，到目前呀，这2个问题啊，总书记的问的这2个问题，关于 C 龙的这2个问题问的这个是真是精准，到目前为止应该说还在研究之中。那么不同的这个专家学者呢，也有不同的看法。那么今天呢，这也是我们要回答的，就是我们上来先别回答，我们带着总书记的给我们提出来的问题，然后我们先。要想理解这个红山文化玉器呀，就是不能靠一件器物来理解。那么，我们要把它放到这个红山文化大的这种社会背景之中来看。那么完了之后呢，我们会对它有一个解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一种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就是说，另外呢，这个当年的秋季啊，中宣部长黄坤明同志呢，在人民大会堂这个做报告，然后提到总书记视察赤峰博物馆。然后呢，就说要求啊，要加强红山文化及相关史前文化的这个保护和研究。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所以说，当前我们研究红山文化呢，我们也可以理解成，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的啊一种体现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2019年以来，我们对红山文化的研究，包括对红山文化玉器的研究。不仅仅是一种从考古学的角度、从文物学的角度加强，而且是总书记呢有明确的指示，要加强红山文化及相关史前文化的保护和研究。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看，更具有独特的意义。尤其是这个928讲话之后，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讲座要结合，就是说，总书记提出，要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那么，同时也第一次提出来，就是考古不仅是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也具有重大的社会政治意义。我觉得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那么，当然就是说考古成果啊，总书记提出啊，就是要这个考古发现呢，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脉络，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展示了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我觉得上述的3个展示，那么从红山文化玉器上，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红山文化玉器和中华5000年文明形成的这种关系。就是说，它这个红山文化玉器群的这种出现，那么应该是在距今5500年到5000年左右。那么红山文化的这个晚期晚段，也就是说距今5300年左右，我们认为它进入文明社会。西辽河流域进入文明社会，西辽河进入文明社会之后，那么除了我们见到的一些个考古现象，我们所展示出来的红山先民在物质文化方面，他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实他们还有在精神领域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那么精神领域，我们通过什么能看得出来？我觉得从玉器上可以体现出来，比如说龙图腾，对吧？我们中国人现在讲我们是龙的传人，是吧？统一都我们认知这样的一个观点，那么这样的一种认知可以说是至少是从5300年，从红山文化龙这个角度就开始了。所以说我今天这也是我龙的起源啊，统龙李斯的形成啊，龙图腾的这个影响啊。一会儿我给大家准备了很多资料，就是我们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再看一看这条龙，就是说它在中国龙文化这个发展历程中，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好吧？这也都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讲红山文化玉器，我们想首先呢，就是一定要讲到兴隆娃文化玉器，就是红山文化玉器是从哪来的？它不是突然出现的，它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就是经历了近3000年的发展历程。
这个发展就是说，我觉得学习玉器、认识玉器，一定要认识玉料啊。这个比如说，兴隆挖文化和红山文化的玉器之所以有紧密的关系，那么就是他们就是发现啊，采集到这个一种独特的玉料。那么这种玉料呢，目前我们看就是在整个东北地区，那么就是在辽宁岫岩有一条西域沟，那么几乎都是出在西域沟里的，是一种透闪石的黄绿色的核磨玉，在东北其他地区没有见。那所以说，这个兴隆挖先民啊，首先辨识到这样的一种玉料，寻找到啊，然后用这种玉料呢进行雕琢，对吧？然后红山文化玉器秉承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传统，就是红山文化玉器秉承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玉料，那么你很难讲有红山文化玉器群的这种出现。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这种对玉料的这种认知。对玉料的这种认知，那么我们都知道和田玉啊，和田玉什么时候进入中原也是一个问题。但是和田玉最开始对和田玉的这种认识，也是源自于对籽料啊，就是说它一开始不是山料，它都是籽料。而这样一来呢，这样的一个传统应该说是跟红山文化还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啊。所以说我们先讲兴隆挖文化玉器，就是红山文化玉器的源头，红山文化玉器的源头啊，就是兴隆挖文化。兴隆挖文化呢，它是分布在这个内蒙古的东南部和辽宁的西部地区啊。大家看到就是这样的一种，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域啊，就是属于东北地区的西南部啊，这个内蒙古的东南部和辽宁的西部。大家看到，那么这个位置呢，就是特别重要，它是连接东北与华北的一个中间地带啊。我们觉得红山文化呢，它非常重要，包括兴隆挖文化非常重要，就是它所属的区域非常重要，就是说属于这个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东段啊，这个地区呢，就是一般我们讲属于典型的文化交汇区啊，属于东北与中原的连接的一个纽带。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这条河，这个西辽河，那么它的上头为西拉木伦河，这个非常重要呢，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北方的这个游牧文化和南方的这个南部的北部的游牧文化跟南部的这个农耕文化的这种交融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域。那么我们以前就都注重讲这个南北之间的这种文化交流，其实这个东西之间的这种文化交流也是特别重要，就是它又属于亚欧草原啊，亚欧草原的东部啊这样的一个文化交汇地带。所以说，我们看到，比如说这个进入青铜时代，很多动物造型的这个青铜啊制品的这种出现，那么它跟红山文化都有密切的关系。那么更古老的一个传统，包括它的农业传统，比如说这个地区啊，又是素黍的这种起源地啊，素黍的起源地。那么尽管说我们在研究素黍的这个问题上呢，在其他地区，比如说北京的东湖林，我们发现了近万年左右的碳化素，但是只有几例。啊，我们并不排除到现在为止，我们也认为这个地区是独立的宿主的起源区啊。我们想，这个在谈到起源问题上，在很多问题的起源上，可能都不是一元论，可能都有多元论的这样的一种观点。但是这个地方宿主起源之后，它直接影响到了欧洲啊，就是这个亚欧之间的这种文化的联系，看作农业。那么在去年的2021年的11月13号，11月11号啊，《自然》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一个语言学的支撑的一个研究成果。那么认为，这个泛欧亚语系的这个传播影响，就是始自于西辽河流域，距今8、9千年前的这个农耕人。那么也就是相当于小河西文化和兴隆挖文化这样的一个阶段。兴隆挖文化呢，距今8200年至7200年。所以说，我们理解了这样的一个区域的优势。我们最后才能理解到它的这种文化发展的态势，这是非常重要。就是说，你所在的区域啊，对吧？你的生业，那么提供物质基础，那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能够创造出来的这种这个独特的这个物质文化，跟所在的区域是有密切关系的。那么这个区域所体现出来的，一方面是整个东北地区的这种文化传统啊，从兴隆挖文化到红山文化，但是呢，在整个东北地区的文化区域中，它又处于西南部，又跟中原腹地联系，
最紧密，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原的因素，对吧？那比如说在红山文化时期，之所以红山文化形成啊，我们老在讲，就是因为彩陶出现了。彩陶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那么最近呢，在这个洛阳北京大学张海教授他们发掘了一处遗址，叫苏阳遗址，仰韶文化这个时期的一处遗址啊，这个出土了一件这个熊首啊，这个跟曾龙教授在半拉山发掘出来的这个几乎一致。那么尽管说这样的一件器物它不是很大，但是反映的问题啊，确实是非常重要。以往我们都强调这个中原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文化关系，中原文化因素的这个进入啊，包括彩陶为主的这种进入，但是甚至在早期的时候，有的人认为还是红山文化就是中原仰韶文化的一种变体啊，认为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文化。那么后来在本地区这个兴挖文化发现之后，我们才把它给明确出来，这个地方是本地区有它的这个土著文化因素，那么在它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之中，它是受到了中原仰韶文化的影响。那么我们通过最近的这种发现，就是说不仅仅我们看到仰韶文化影响了红山文化，同时也红山文化也与仰韶文化腹地发生了这种文化关系，而且是上层社会之间的这种文化关系，这是非常重要。就是上层社会之间有这种交流，也是靠这种预示器来看出来。所以说这个区域啊，同学们一定要理解这个区域本身的重要性。那么这个是邓聪教授，这个我们跟邓先生合作啊，玉器起源探索里边的一张图片。很多的玉器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是一个区。经常我们谈中国玉化起源问题啊，一般说这个有的同志也问啊，这个经常说这个，哎，这个玉文化是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是核心文化。主流文化，季羡林先生讲，如果用玉种物质代表中华文化，那就是玉。那么玉文化为什么没有起源自黄河流域呢？啊，起源于这样的一个地方。一说到内蒙古的兴隆洼、察海的辽宁的察海，大家都会想那是边疆地区，甚至很偏的地区。那么其实不是的，我觉得从全球的角度看，这个区域啊，从南北的角度看，它有它特殊的这种区域啊。这个我觉得这是靠近辽东湾。啊，靠海，啊，另外呢，它是属于一个开放的啊。这个中国玉文化的起源有两个起源地，还有这个长江下游地区环太湖流域，它都是面向海洋的啊。所以这个也是，所以说玉文化的传播啊也是有关系的，包括兴隆洼文化玉器出现之后，在东亚地区的传播也是有一些关系的，是一个大的文化圈啊。我们看兴隆洼玉器的位置啊，也是后来红山文化主体分布区它的一个位置。刚才总书记在赤峰市博物馆视察的时候，就是在这张照片前驻足的。这是1992年啊，杨虎先生主持发掘了兴隆洼遗址啊，我也参加了这个发掘，六个月没有出村啊，就在这儿啊。我们看到的是，兴隆洼的这个约相当于它的四分之一吧。这个聚落有三万多平方米，现在揭示出来的有三分之一啊，有一万多平方米。那么给大家介绍的是，在这样的一所房子里面啊 ，F176 号房屋里面发现了一座居士墓葬，叫117号墓。那么，兴隆洼的第一对啊玉耳环玉珏就是出在这座房子里面，这座墓葬里面。那么，有的人说这个是聚落的围壕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房屋呢是兴隆洼遗址二期的房屋啊。有的房屋呢，就是把这个围沟打破，那么也有围沟的外围。那么到了二期聚落的时候呢，这个围沟就废弃了。那么里边的房屋啊，都是围壕环绕的。那么在这座房屋里面，大家看到的这个房屋里面也有一座居士墓葬。那么在这里边出土了这种弯条形器，这是兴隆洼文化最早的一期的器类，应该说是距今八千年左右。这也是二期的一座墓葬，非常重要的二期首领式的墓葬啊。我们关于这个墓葬，我们非常有意思，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墓主人的是一位成年男性，50岁左右的男性。
在它的右侧呢，这个葬有一雌一雄的两头整猪，均呈仰卧状，腿部有明显的，大家可以看到腿部有明显的捆绑的这种痕迹。你像它的这个左后腿，它的这个，它我们现在看到的左后腿，它就是舒展开了，它这个蹬的这个臂，然后呢，这个还被捆绑过，占据了墓穴底部近一半的位置，所以说我们把它称之为人猪合葬墓。那么我们看它出了哪些器物啊？这个大家注重这个器物，这座墓葬啊，这座墓葬里边的很多因素，那么和这个凌家滩文化的23号墓有一比。大家看到，在它的头部横置了一件磨光的玉斧，在它的左侧出土了一件小陶杯。这个在兴安文化墓葬里边，这个陶器随葬是比较少的啊。那么更主要的，大家看啊，在它的右腕部。在它的右腕部，一件圆形的蚌壶，一件圆形的蚌壶，大家注意看啊，这是一件圆形的蚌壶。那么呢，这座墓葬里边呢，出土了一对软管状的玉珏，而且质量非常好。那么其中一件呢，出在右肱骨内侧，出在这儿。那么另外一件，非常幸运，因为当时这个发掘到这座墓葬的时候，我们觉得它特别重要，然后呢就对它进行了整取。那么整取回来之后呢，我记得是92年秋季，93年的时候呢，这个当时我们对在周口店，这样呢我们对这座墓葬呢进行这个清理，结果把它翻出来，就是说这里边有一些鼠洞，大家看到有些鼠洞，那么这件玉器呢竟然在这个鼠洞这个深度20公分下面发现，所以说我们非常幸运。如果我们不对这座墓葬进行整取，也可能我们就会把这件玉器给遗漏了。那么遗漏了之后呢，那就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可能就是单件佩戴耳环它也是一种耳环，一种玉珏短管状的玉珏。那么现在这件发现了之后呢，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兴隆洼遗址，还有兴隆沟遗址居士墓葬中所发现的玉珏的出土情况都是一对儿佩戴所以说在这里边我就讲这个考古的重要性这个如果没有考古学，那么我们现在那就完全对它的使用功能就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说，我们讲的玉器就是从考古学的角度看玉器因为在这个我们都知道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夏乃先生。发表了几篇很重要的文章，其中夏乃先生就强调要从考古学的角度研究玉器。夏先生之所以开始研究玉器呢，就是因为妇好墓的发现，包括这个汉代的几座，包括满城汉墓的发现，这个南越王墓的发现呢，包括就出土了一批玉器，所以夏先生就开始，包括新石器时代也出土了一些玉器，夏先生就开始关注玉器的研究，比如说他关于商代玉器，他写了2篇文章。汉代玉器他也写，甚至这个玉玄机这个不是一种天文仪器，应该是一种崖壁，那就是这个考古发掘出土的玉器的资料不断的增多，我们需要从考古学的角度对玉器进行研究改变了这种古物学研究的这种传统。其实中国这个关于玉器的研究呢，有悠久的历史这个北宋吕大林的考古图里边就收集了玉器，到了1898年。吴大铖的这个古玉图考，清代的古玉图考，他就把这个实物收集起来，然后跟文献呢进行了对比，这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那么，其实，在1912年，Laufer 就是美国人 Laufer，他就是有一个说玉从考古学和宗教学的角度来解释古代玉器。我前一段时间就是这个书后来出版了，我买到了这样的一个书。我觉得在当时1912年的情况下，能从考古学的角度和宗教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古代玉器，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度。在那个时候，他就提出来了中国古代玉器的功能。当然，夏先生也指出，Laufer 他主要是基于这个古玉图考里边的一些认识。但无论如何，我觉得这个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研究玉器，代表了中国运化研究的主流方向而且它的这个作用呢越来越大。所以说，我们研究玉器、认识玉器，主要依靠考古材料。那么，正是因为兴隆洼文化玉器的发现，
兴隆洼遗址的发掘、茶海遗址的发掘、文昌遗址的发掘、兴隆洼文化玉器的发现啊，兴隆洼文化玉器得以确认。那么，科学地构建了中国8000年的用化史。我觉得这就是由考古工作做起来的。所以说，要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研究玉器，把玉器要复原到啊当时的这个考古学的这种背景之中去认识啊。你比如说，大家看到啊，猪的獠牙啊，猪的獠牙，尤其是寨件，啊，一会儿看那种弯条形器啊，那么它的原型啊，就是仿野猪的獠牙啊，那么可以看得很清楚啊，看得很清楚。那么对于这个探讨玉器造型的来源啊，所以说我们认为兴隆洼文化玉器它有它独立的这种传统啊，它就是因为很多的器类可以找到它的原型，比如说啊獠牙啊这种，包括璧形器，对吧？璧形器我们说它是仿古璧，那么看来这种比如说牙饰啊，一面外弧，对吧？另一面内凹，也会有相应的玉器出现。那么石斧，那么磨光，那么也会有玉斧，也是磨光。我觉得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认识古代玉器的这种材料。这件棒饰，我们以前对它没有过多的解读。那么最近呢，涉及到玉器起源阶段，我觉得我们对它有新的解读。我觉得这个圆形的蚌壳啊，这个莫永康先生讲玉器的起源和太阳的崇拜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个说的非常对，因为我们在上山文化啊、桥头遗址，甚至在跨湖桥遗址里也发现了这个太阳的这种太阳纹的这种彩陶白彩啊，白彩。兴隆洼文化里边没有发现彩陶，但是这种蚌壳啊，一种装饰品。那么包括在兴隆沟遗址出土的这种太阳纹的这种装饰品，包括这种大的，这可能都是跟太阳崇拜太阳是有关系的。如此一说，我觉得在用化的这个起源阶段，这个跟牟先生说的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也认同这种观念，就是说跟太阳崇拜是有关系的。有了太阳崇拜这样的一种观念，所以玉才会出现，而且找的是错染石。大家看这个非常珍贵的材料啊，这个135号。好在呢，兴隆洼遗址呢，因为它是发现了这个黄土啊，人骨保存的很好，所以使我们有机会能看到这个玉器出土的这种情况啊。你比如说，最主要的是这个玉珏啊，玉器出在木轮的耳部，这是非常难得的啊，证明就是在耳部佩戴，对吧？茶海遗址，比如说茶海遗址，它就是酸性土壤，对吧？那没有骨架。包括我们在日本啊，也看到这个很多的材料，但是有保存完整的人骨的确实是非常并不多啊，所以说它珍贵在这儿，这样呢对我们判定玉器的功能啊能发挥很好的作用啊，非常珍贵的材料。这座墓葬呢是这个1994年的10月1号这个发掘的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情况啊，佩戴在墓主人的耳部啊，我们再注重一个细节啊。我记得在1992年发掘完了之后呢，杨武先生和我呢，就是我们给那个苏敏琦先生看，苏先生当时就说这个玉珏是怎么戴的呢？难道是因为玉珏的一侧有一道窄缺口啊？他说这个难道是这个窄缺口夹在这个耳朵上的吗？那么也做了一些试验，其实玉珏还是很重的啊，有一定的重量，夹肯定是很难夹住的。那么怎么能判定啊它的使用？好，我们在发掘材料中可以看啊，我们可以看到，对吧？我们注意这个缺口的朝向啊，同学们，这非常重要啊，这个缺口的朝向啊，这种缺口的朝向朝下。啊，这说明什么呢？啊，是穿洞佩戴在墓主人的耳部的，啊，穿洞佩戴在墓主人的耳部，这个是兴隆洼遗址发掘，这个材料，别的材料里不可比拟的，就是说，一明确出自墓主人的耳部，另外对它的佩戴方式，啊，通过考古学的材料，啊，我们认为它是穿洞啊，因为这个，如果你夹
那么这个口应该是朝上的，对不对？那么现在这个口朝下，证明它是穿洞佩戴，这是非常重要啊！这个对我们的爵士的研究，非常重要的材料。大家看看这样的一对耳环，啊，这种玉料是透产石，黄绿色的透产石啊，整个东北地区只有岫岩处有这样的一种玉料。那么当然就是说，中国新石器时代用玉的传统，啊，就是就近取材，啊，很多地方呢也在研究玉器的时候注重发现当地的玉料，是，中国有丰富的玉石资源。那么应该说，中国玉文化传统的形成跟这种丰富的玉石资源有关系。我们有四大名玉是吧？岫岩玉、南阳玉、和田玉、这个蓝田玉，对吧？其他地方呢还有大量的玉料，但是如此高等级的，这是不多啊。玉料高等级的啊，这种透产石现在就是岫岩玉和和田玉啊，和田玉包括现在青海啊，青海的这个也是这个和田玉的这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磨蚀硬度在六到6.5啊，它很硬，就是你用刀片是划不动啊。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的先民啊，能够发现这样的一种物质，对吧？把它做成耳饰，对吧？而且发明了这个切割啊，这样越硬的东西是怎么切割呢？用这种砂绳来切，用最软的东西。当然，它借助于砂石。一会儿我们会讲到，这是兴隆文化伟大的发明啊！这个能把玉解开，这样的一种技术，我觉得中国人的这种以柔克刚啊，这种民族性格的形成，中华民族这种以柔克刚民族性格的形成，跟玉文化是有密切关系的。这是我们研究玉文化里边也要注重研究的，对吧？你比如说，现在给你最硬的东西，那你简直。你很难啊！另外抛光，抛出来之后，它玉石它是通透的，对吧？同学们，你比如说石头它不通，玉透产石一打光它是透的，而且外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拍照的时候，这个磨出来的棱角啊，比如说这个啊，比如说这个，这是后来红山文化的传统啊，内圆磨薄，对吧？内外圆磨薄啊，看到啊，中间啊就会荧光，就会有一个光圈出现。这还不仅仅是美的问题了啊，这种对光的这种啊，我觉得是跟太阳崇拜是有关系啊。孟康先生讲过，我完全赞同这个孟先生的观点啊。玉器的起源就是跟太阳崇拜有关系，那么同时也说明我们的先民啊，跟太阳崇拜是太阳崇拜，说实在的，就是对天的这种崇拜，对天的这种认识，在中国的这个哲学里面，天地人神啊，这个最基本的思想就是天地人神的这种思想。啊，什么是天，什么是地，对吧？这个人处在天地之间，人怎么跟天地对接？那么出现神，神有祖先神，对吧？还有这个天神，啊，怎么去接近天神？有的是利用祖先神去接近天神，天神是掌管自然的，啊，对吧？这个我觉得中国的古老的这种传统，啊，跟这个玉文化的起源是有密切关系。这是邓聪先生拍的一组照片啊，我们在《玉器起源探索》这个书里边有。那么在这里边呢，可以看到兴隆文化的典型器类啊，这对玉珏是1992年啊，我非常幸运啊，这个见证了这五对最好的啊玉珏的出土的过程。这对玉珏是1992年的秋天，这对玉珏是在这个1993年啊。130号墓出土的一对玉珏，这对玉珏非常厉害，就它的内径、外径一致，重量一致，啊，都是23克多。你想想，在这个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能做出这样的这个精致的玉器，那是了不起的成就，啊，从选料，到这个雕琢工艺，啊，这是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我认为兴隆文化。这个在玉器方面，他们器型虽然说并不多，但是在玉雕工艺方面，在认知方面，他们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这都是1994年啊，这个我记得很清楚，敖汉奇博物馆的王泽，现在的副馆长，发掘出土了这对这个玉耳环，是最大的6公分啊。那么同时呢，还有这种短管状的，其中有一对就出在这种180刚才看的那个人柱合葬墓里。所以说现在，另外大家看到。
那么还有这种闭形器啊，一面壶啊，外壶，另一面内壶。那么大家看到这种弯条啊，这个像不像那种这个弯曲的獠牙，对吧？啊，还有这种小奔子，小奔子呢，它不是，显然它不是工具了，因为我们也看到它有一个孔洞，那么这个孔洞呢，应该就是说它是一种装饰品，好吧？这是青龙蛙遗址所见的玉器啊。那么大家看到，就是说这种有红褐色的这种石皮，啊，红褐色的这种石皮，以前的时候都，我们刚开始发掘的时候呢，不太认识，当时还感觉就是说对玉器啊，就是说这个没有太深的了解，啊，有的人说是不是血沁啊，人血这个把这个玉沁上来，那完全是不了解。那么现在呢，看来。包括这个都是红褐色的石皮啊，岫岩和睦玉的石皮。那么我看，2001到2003年啊，我们发掘了这个兴隆沟遗址，兴隆沟遗址是我主持发掘的。那么在这里边，它也是一个兴隆蛙文化中期的聚落啊。这个我不知道以前同学们上课的时候给讲过没有。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兴隆沟遗址的发掘的情况。啊，我们采用了精细化的这种发掘。那么，这是18号房址，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房屋保存非常完整啊，居住面上有很多的出土遗物啊，我们可以看到陶器的，非常珍贵的这个7600年前，7600到8000之间啊，它的人的生活的场景啊，陶器的放置的情况，居住面上还有一具人骨啊，有4个柱洞啊，造址呢位于房屋的中部。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非常这个难得的这个一组照片。这个陶器啊，摆放在原样的这种位置，可以看到这个有这个立制的啊，这种大型的陶罐、中型的陶罐，还有扣制的啊。这是墓主人的这个。这个墓主人的骨架呢，这个放置在居住面上啊，居住面上它也有一个随葬，它有一些个像这种啊，这个经过火烧的这种骨梗石人器啊，成组的磨盘和磨棒啊，扣制的陶罐。那么这是22号房屋啊，在这个房屋里边呢，发现了这个4具啊人的骨骼啊，这个成年男女，还有这个。2名儿童啊，儿童的骨骼不完整那么在这座房屋里面呢，出土了这个人头盖骨拍摄。大家先看一会儿，这个墓葬里面有一座，我们现在这件的人头盖骨拍摄呢，它是这个出在房屋的堆积层里边。那么还有一会儿墓葬里面，我们就看得很清楚。那么，哎，这件东西当时牟先生看了之后，他觉得这是太阳纹的蚌壳。啊，确实是太阳纹的蚌。他孟永康先生看了之后非常兴奋，他跟我探讨，当年孟先生跟我探讨说，这是崇拜太阳的这个重要的证据。确实，我们看桥头遗址还有这个跨湖桥遗址里边的这种太阳纹，就是基本上这样的形状，但他用的是这种彩陶。那么另外呢，这个兴隆蛙文化的先民呢，还有嵌蚌的这种技术啊，这个石人像啊，小人面，然后呢，这个有一对这个穿孔，但是这个眼睛它没穿透啊，窝状的。另外我们看到它的这个嘴啊，嵌蚌啊，有这种画短线表示牙齿啊，这个做的是这个非常生动，非常形象。那么另外呢，在这座墓葬里面出土了一件玉器啊，这样的一件，它是一件短管状的玉珏，但是呢，它没有，它有一个孔。就看来他是正在切这个孔，并没有切成啊，但是料啊非常的好。我们看当时发掘的情况啊，我们看他的这个生叶啊，这是这个17号房址里面出土的野猪的头骨啊，大家看这个野猪的獠牙啊，一会儿再讲龙的起源的时候我们会讲，也可能在龙的起源问题上，那个学术界呢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的说这个龙是一种虫子，有的人说龙是鳄鱼啊等等。但是在辽西地区，我们所见到的这种考古学的材料
反映出来的这个龙的起源问题上，跟野猪是有关系的，跟野猪的起源。所以说，红山文化的玉龙这种全体龙也好，C 龙也好，它表现出来的都是野猪的这种形象啊。考古学是支持一样的证据。后来在古代的文献中呢，就是说这个关于猪它尤其是野猪，这个又有很多的理解比如说这个斗星十散惊为雉，这个雉就是猪，就是说。这个先秦文献里面记载，这个猪和这个北斗星的这种关系所以说跟天文是有关系的。所以说红山文化的龙有的人解读为东方苍龙具有天文学的这种意义。那么我们不管它，但是我们从考古材料讲，至少对野猪的这种崇拜特别是这种带有獠牙的这种野猪。那么当然也发现了一些个碳化的核桃，是当时这个采集的，经济的重要证据那么新龙沟遗址发掘的过程之中呢，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术目标，就是在此之前，我们不知道新龙湾文化时期是否有农业。那么目前，无论是新龙湾遗址还有相关的遗址所发现的，那么更多的感觉到它是狩猎采集比如说我现在给大家展示的这是这个有野猪的头骨对吧？有碳化的核桃。但是兴安文化先民有没有农业？那么在兴安沟遗址发掘之前，我们并不知道。所以说，这个考古发掘要有明确的学术目标。尽管说考古学的这样一个学科特点，就是它有很大的这个未知性但是我们确定学术目标甚至通过我们的田野考古发掘，能够解决，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发掘的时候，我们就想解决这个兴安文化时期有没有农业？我们就是做了这个土样选取了土样，共采集到1500多份土样，因为然后进行了浮选，浮选我们非常幸运的是获得了这个1500多粒碳化的这种素鼠的籽粒，而且经过植物考古学家赵立军先生的研究认为是经过从形态学上比较是经过人工栽培的，所以说通过兴安沟遗址的发掘呢。我们取得了一个很重要的收获，就是我们知道在当时已经出现了原始的农业，人工栽培宿主，更为神奇的是，后来我们把这，因为敖汉旗这个关于宿主的起源呢，也有不同的说法，大家比如说又提到东胡林，东胡林，比如说有4粒宿主的籽粒，认为这华北地区是就是宿主的起源，但是我觉得兴安文化这个时期。在西辽河流域，它应该是相对来说，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宿主的这种起源区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系统，就是汉族农业，它有一个系统就是到现在敖汉旗种植小米，现在你比如说你在别的地方，你说小米的起源，那你现在你种吗？现在它不种，敖汉旗现在还有100万年产这个小米6亿斤。这个是很了不起的，就是说，历经8000年那别的地方你说早，一个数量少，那么到现在为止它都不一定种了，所以说宿主的起源，还要结合后来这个发展的情况看，而且后来这个研究敖汉这种山地丘陵，它就适合汉族农业的发展，你像整个华北平原，它就不适合汉族农业的发展，对吧？甚至，小麦传入以后，人就大量的种小麦了，所以说我始终坚持。西辽河流域是种植粟黍的这个独立的这种起源区，有我的道理这个同学们研究考古也要多方面的这种结合。这给同学们讲，比如说这个有的人说这个兴隆洼这个石球是家猪是野猪，有的人说它是这个家猪家养。后来我也给他们建议，我说你们做一些民族学的调查，对吧？比如说在兴隆洼这个时期，猪和鹿的骨骼同时见它养猪打鹿是吧？狩猎鹿，那么如果你去个鄂伦春做个调查，你就会发现，在鄂伦春，对吧？那现在这个没有禁猎之前，那么野猪和鹿是他们狩猎的最主要的动物，当然还有獾他不可能说一边养着猪，对吧？一边去狩猎打鹿，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这方面呢，我们也觉得就是说。这个，我们通过民族学的一些材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在兴安文化这个时期，它有丰富的这种狩猎采集经济，
又有了原始的农业经济。所以说，这个社会食物的来源呢，有充足的保障，啊，他这个生活就精致化了。这个社会是很富裕的一个社会，所以预期的起源，你一定是在相当富裕的啊时间社会条件下产生，因为有了充足的食物，才有可能出现这种社会分工、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这种预期尽管数量不多，但是它要掌握特定的这种加工预期的技术，是吧？他发明现切割，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的。同学们，我们现在生活在现代，对吧？那如果给你一块玉料的话，让你徒手去做一件玉器，那是非常艰难。就是这里边涉及到这个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也涉及到社会分工啊。这种技术首先是从获取的原料，它有特殊性。那么另外呢，雕琢的技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那么这样呢，社会分工就产生了。同时，拥有玉器的人，可能也具有这个标志性的这种功能。说社会分化也由此产生，我觉得这样呢，它就是整个推进了这个社会的进程。另外呢，如果再有象征性的这种功能，玉器被赋予了独特的含义，那么可能就有了礼的功能。比如说我们在新罗马文化这个时期，红格利图，对吧？建在山顶上的鸡翅冢，最初以为是红山文化，后来呢，发现在这个墓葬里边出土随葬了一件新罗马文化的陶罐啊，后来确定为新罗马文化晚期。在一座墓葬里面随葬了7件玉卷，从大到小排定。那么这个显然就跟青蛙遗址刚才我们看到这些东西不一样，它不是佩戴的。不是佩戴的呢，那么可能就具有了这种标志性的功能，标志墓主人等级地位身份的这种功能，那么就有了这种礼器的功能。所以说在青蛙文化这个阶段就已经产生了礼器的这种功能。那么这是碳化素素啊，有了这样的支撑，那么玉器才能起源。啊，有的农业，所以说我认为这个，郭老师原来也探讨过，就是玉器的起源和渔猎经济是有关系，可能有一定道理，啊，认为这个辨识加工玉材的技术啊，跟这个细石器的加工制作是有关系。那么我通过现在的这个研究，我认为就是有关系，但不是很主要的。这个玉器，首先我认为就是一个，甚至没有农业很难产生玉器，就是这一定是因为。狩猎采集啊，就是很难提供稳定的这种食物来源。那么有了农业就完全不一样了，还有这种定居的村落。那么有了这些个，那么才会我们认识玉啊，就是所谓的啊。如果说你是石头，那很难讲。但是玉，尤其是透产石玉，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产生的？是一定是有稳定的食物来源。这个就不仅仅靠这种狩猎采集，那么要有原始的农业。这是兴隆沟遗址发掘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啊！我们谈玉文化，另外要有信仰啊，没有信仰，玉器产生不了，因为他要去寻找这种玉料，那是要付出很大代价啊！我们最近这个也在考虑，尤其是我们在巴林右旗，我们发现了一个大型的希拉穆隆河边上发现了一个大型的，以兴隆沟文化和红山文化遗存为主的大型的聚落，面积有300万平方米。它就是位于希拉穆隆河主河道边上。后来我们就想，那么兴隆洼人是怎么样能够到辽东去寻找玉的？啊，这个路线到底是什么？我们尝试回答这样一些问题。后来我们看，这个除了这种穿山越岭的陆路之外，那么很可能这个水路啊，因为咱们都知道东北是很冷的嘛，啊，大家在广州不像这个冬季这个河流是结冰的，啊，它很可能这个。夏季坐着船来了，对吧？兴隆洼这个时期，尽管说在北方没有发现舟，但是呢，河姆这个跨湖桥遗址、跨湖桥文化里面有了8000年前的这种独木舟啊，我们也可以做一个例证，也可能在兴隆洼文化时期就有了这种独木舟。独木舟它顺着河就过来了，对吧？它冬天关键往回找啊，它不用，它顺着河道它就能回家。我觉得这个就极大的为我们。探寻这个兴隆洼文化，还有红山文化时期这个寻玉啊，它这个路径到底是什么啊？我们在思考这样的一些问题啊。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水牛的肩胛骨啊，这是一件闭形器啊。我们加快点进度了，这个闭形器，就出在房址里边啊。这是兴隆
兴隆沟遗址发现非常重要的一座墓葬。刚才我让大家看这个人头盖骨牌室，啊，你看这个人头盖骨牌室，这件放置在墓主人的胸部。那么刚才看那种人柱合葬墓，兴隆洼遗址的人柱合葬墓，那么墓主人的右腕部佩戴的是一件圆形的棒石，啊，我认为可能跟太阳崇拜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件。墓主人右腕部佩戴的是圆形的人头盖骨，还是圆形？啊，周边也有这种短线纹。啊，那么佩戴了两件人头盖骨的牌饰，啊，那么他这两件玉珏，那可以看着散落，右肱骨内侧，这个不是原位的，因为可能在埋藏的过程中，我们。这两件玉器，我们也可能是在下葬的过程之中，它就脱离了原位，但是它是一对儿，啊，非常珍贵的材料。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有糖色的，岫岩的透闪石软玉，啊，有糖色。那么这样的料，那么这件呢是含有一点点这种红皮，啊，我们把它的料也找出来了，对吧？那么这个墓主人，那么跟这个兴隆洼遗址的118号墓。墓主人可能具有相等的身份，啊，这也说他的首领，我们非常幸运挖到这样的墓葬，就是首领他的右腕部佩戴，啊，为我们判定墓主人的身份，而且佩戴玉珏，而且都是双耳佩戴，啊，这个对判定这个墓主人的身份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证据。这个是25岁左右的男性。和同学们探讨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就是说首领佩戴玉器，我们之所以判定他为首领，是通过相关的啊其他的文物来判定出来。那么这个玉器就不是普通人都能戴，可能具有标志墓主人生前社会等级、地位、身份的这种功能。至少首领，并不是说佩戴玉器的每一个人都是首领，但是他可能和。普通的社会成员是不一样的，就是说玉器有了这样的一种功能，在兴隆洼文化时期就已经存在了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墓葬啊，它的上面有一件陶罐啊。我们觉得这个，当时我记得在清理的时候，我就说没动它，就是往下再清理的看。那么在墓葬里边放置啊，它有一半埋起来，但大家看这个陶罐的壁的一侧有一件圆孔。朝向西南，啊，这个我认为还是应该这个陶罐放置的陶罐跟这个墓葬是有关系的，可能是一种灵魂出入的通道，啊，有这样的反应，就也就证明当事人已经有了灵魂的观念。那么这件也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同学们讲，合葬墓，这应该是东北地区年代迄今所知啊，我们不说小南山。东北地区所见到，至少是辽西地区、西辽河流域所见到年代最早的，成年男女双人合葬墓，啊，大家可以看男性、女性，而且呢，大家可以看到这是石棺墓的源头啊，对吧？另外，更主要的是我们在男性墓主人的右脸右侧脸颊下压放了一件圆形的。圆形的人头盖骨牌室，好了，那么我们有这种圆形人头盖骨牌室的啊，都是首领式的人物。大家看到啊，他没有佩戴在右腕部，所以说我们距离我们认为这座墓葬啊，在当时也是首领的墓葬，但是他没有玉器啊。这个几件的随葬品呢，都放置在这个男性的一侧啊，所以说。到底是母系社会、男系、父系社会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在辽西地区的考古材料中，至少在兴隆洼文化这个时期，我们可以看到男性为主，男性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到了红山文化，其实也是红山文化，有人说崇拜女神啊，红山文化是母系社会，搞历史学的学者们一般这样认为。但是我们在牛河梁遗址所看到的这些一些重要的墓葬，那么基本都是男性为主。所以说也是一个男权的社会，所以说，不存在由父系社会向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化的一个过程。就是说，从兴隆洼文化到红山文化所看到的都是男性占据主导地，但是呢，他崇拜女神。
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了是兴隆挖和兴隆沟遗址的材料，那么我们还知道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遗址，辽宁阜新的察海遗址。啊，察海遗址是由辽宁省考古研究院啊这个做了发掘，啊也有成片的房屋啊，有了很重要的发现。啊，这个聚落呢，在聚落的中心部位呢，有一条啊用石块堆塑的龙，19.7米。19.7米，然后在龙的这个腹部的南侧呢，有10座墓葬，那么应该是有祭祀的这种龙啊。大家看到在聚落的中部啊，当然它要分期，也有一座大型的房屋啊，大体位于聚落的中部啊。看看这个石堆的龙，我们都知道关于龙的起源，这个阜新阜阳的溪水坡。有这个蚌壳啊堆塑的龙虎的这种形象，但是6000多年，那么察海遗址可以，接近七八千年啊，察海遗址啊七八千年，我认为这个龙啊，辽西地区龙也是独立的起源地啊，可以看到，还有更主要的就是在察海遗址所发现的陶器上有堆塑的龙纹，应该说不完整啊，也是统龙礼俗形成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这是察海所见到的玉器的形状，大家可以看到，察海也出现了这种这个环状的玉珏，软管状的玉珏。另外，玉管可以看到它的两边不齐整啊，两边不齐整，也有这种奔子，还有这种地形器最主要的是这个发现了一件这个石钻这个是我在阅读察海报告的时候，我发现了这样的一件器物。当时感觉，这个，不，其实不是石钻啊。报告书中认为是石钻，这个和邓冲先生研究的辘轳轴承器非常像。我第一时间呢就把，这个信息呢告诉给邓先生。邓先生后来到辽宁找到郭大顺先生，共同研究了这件东西，确认这是一件辘轳轴承器，它应该是倒过来上的就是有机械化的这么做，上面放一个盘子轮盘转盘，这样呢。来加工玉器呢，就是能够做出正圆形的这种器啊。这个，察海属于兴隆挖文化中期，也有早期的因素。那么在内蒙古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遗址，就叫白云长汉遗址。白云长汉遗址也是这个两个聚落都有围壕有这个56座房屋也发现了墓葬这个有非常重要的一座墓葬的一座房屋可以看到。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希腊木伦河南部和北部之间房屋形制上面的区别像在兴隆挖遗址、兴隆沟遗址、察海遗址，它都是一个圆坑式的灶；那么在北部，像白云长汉遗址，它是一个方形的石板灶这是在这座房屋里边，石板灶的后面栽立了一件石人像这应该是祖先的形象。有的人说是祭灶的。那不一定，就大体上这个处于中部吧。这是白云长汉遗址属于兴隆挖文化晚期它出的玉器，这是一对玉珏。我们把兴隆挖文化玉珏呢分成3种类型，出了那种环状的玉珏，大家看了这个，我们称之为臂状，就是它中间这个圆孔比较小，它不像这个环状的，对吧？这是察海白云长汉遗址。另外呢，白云长汉遗址还出土了珍珑管，对吧？那么还出土了这个石头的熊的图案熊。那么这件东西这个非常重要东北地区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动物造成的遗迹这个发掘者认为是蚕，也有的学者研究结合红山文化认为是蚕，这种蚕呢不是这种桑蚕桑蚕是那种细的。那么这个看到的就是这个啄木蚕，大家到东北地区，你到大连、到岫岩，就是那种蚕蛹，这个体呢，这个圆润，圆尖状，这是可以看到这个它的情况，最近的这个最新的发现。近年，2015年他们在这个塔齿营子，也叫塔齿溪沟，然后发现的这个兴隆挖文化房址里面，这件器物的发现太重要
啊，是我们对于这个新罗马文化时期的这种原始观念的这认知发挥了重要作用。同学们可以看到，是一个石牌，经过磨光的长方形的石牌，那么上面刻划有这种带有獠牙的，带有獠牙的，后来证明这是天神的形象，啊，天神的形象。另外，大家可以看到，它是这个里边是这种 S 型啊，大家看 S 型的图案刻纹，然后眼睛对吧，有獠牙，然后下半部涂地反转做成的这种三角形的图案。这个艺术水准太高啊，艺术水准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啊，天神的形象出现了啊。我们看星白银长汉的这个房子造纸的后边栽立的，我们认为是祖先的形象。那么在这里边呢，看到的就应该是天神的形象啊，在新罗马文化时期带有獠牙的。那么同样的情况呢，我们知道在长江中游的这个白庙遗址啊，白庙这高庙文化里边啊，也出土了这种刻在陶器上带獠牙的这种啊天神的形象。那么到了后来，我觉得这个两种文化的神人兽面啊，这个兽面像都是这种带獠牙的这种形象啊。石家河文化，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里边，后石家河文化里边有这种玉雕的这种人像和神像，那么这种有獠牙的就是神像。所以说这个对这种天神像的这种表达啊，我们感觉到也不是在这个由某一个地方传过来，至少我觉得在西辽河流域跟在长江中游都是独立的起源区。兴隆有遗址也是近年啊，在张家口啊，这个明建老师做的发掘，非常好的发掘啊。这个我们强调，这个是他挖出来的房屋啊。我们举一个例子，在这个房屋里面呢，这个年代呢属于兴隆挖文化的晚期，和白银长汉遗址大体相当。那么可以看到，它属于居室葬啊，埋了三个人。那么另外呢，它的头部啊有这种玉片。那么另外呢，还发现了这个大家一看，对吧？骨雕的小猪啊，这个形象一看就是骨雕的小猪啊。这个对猪的这种崇拜，对猪的这种崇拜呢，到后来啊，所以说红山的龙是什么？啊，有的人有各种解释，但我觉得这个对猪的崇拜从兴隆挖文化就已经开始了啊。那么到了赵伯公文化，一直的延续到红山文化啊，这样才有这种玉猪龙的这种出现。而玉猪龙这种形态啊，就是中国的龙形啊。我们到了商代，甚至周，一会儿给大家讲。那么还有这个依据的就是对野猪的这种崇拜啊，形成的这种历代的这种龙的崇拜。好了，我们上述讲到几个，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预计，这是跟邓松先生做出来的这个东亚地区的这种玉文化的传播。我们看几个点啊，现在这个是兴隆挖的玉器，看到有这种两种玉珏，环状的、短管状的、闭形器、弯条形器，对不对？那么我们看日本的桑野遗址啊，桑野遗址这儿呢，有这种环状的珏，有闭形器，有这种管啊，有这种管，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啊，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这个遗址里边也发现过，在长江下游地区也发现。所以说，我们认为兴隆挖文化时期，当然这个西本包冷啊、白银长汉啊，都有这样的玉器啊。我觉得在兴隆挖文化里边，这种非常典型的玉器，那么特别是这种短管状的玉珏啊，在兴隆挖茶海。还有这种环状的玉珏、短管状的玉珏、闭形器、弯条形器、玉管啊，组成了一种稳定的组合关系啊，在东亚地区这个有传播啊，所以说是一个文化圈。到目前为止，从料的角度看，那么兴隆挖文化所用玉料是最高级，而且影响了其他地区。这是邓先生发的这个图片啊，这个我们看茶海遗址的玉器啊，它这个玉珏啊，特别是这种啊，这个非常圆的，这跟兴隆挖的玉珏是非常接近，而且内侧磨薄
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玉器啊，这样的玉器，我觉得像这种啊，就跟小南山的玉器就比较接近，像这种，这个跟兴隆洼的玉器比较接近。那么还有这种碧形器啊，碧形器也是非常典型的，这种碧形器是兴隆洼文化的传统啊，像这样的爵啊，感觉这个这种圆的比较圆的，像这种爵，那么跟小南山，所以说。这个影响啊，影响到日本，可能这个兴隆洼文化和小南山文化对日本的这个神文化的一起都产生了影响。我举了一个例子，因为跟同学们交流嘛，大家可以看到这是石刻菩萨造像，北周到隋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菩萨像里面啊，双耳佩戴耳饰，对吧？穿洞佩戴，大家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在泰国也有这样的情况，就可见这个玉文化的这个传统啊，影响到了这个佛教的题材的造像之中。刚才我们讲过，其实我们这个讲兴隆洼之前，我们讲了这么多啊，讲红山文化之前，我们讲了这个兴隆洼文化，正是由于这个。啊，兴隆洼文化先民这种开创性的这种贡献，那么才有了红山文化的玉器啊。所以说从兴隆洼文化到红山文化玉器，二者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呢，非常奇特，就是这种，就是根据我们现在的研究，就是这个对岫岩玉的这种认识。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岫岩的和盟玉啊，就在西域沟啊，在岫岩的这个西域沟13公里长。那怎么能找到这个地方？那么最早找到这个地方产玉的，应该说就是兴隆洼先民啊。兴隆洼先民找到了之后，那么他是怎么样历经3000年？我们知道兴隆洼文化现在是距今8200年到7200年，红山文化是距今6500年到5000年，也就是说，从距今8200年到5000年，这3000多年。生活在西辽河流域的古代先民，他们知道岫岩的西域沟产玉，这个传统一直保留下来，所以说才会有了这个红山文化玉器啊，这种高超的这种技艺，是因为他能够获得这种原料。到了下小河沿红山文化之后啊，这个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我们发现玉文化就发生很大变化，尤其是获得玉料的这种途径。我们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啊，早期青铜时代啊，4000年到3500年到3300年，我们发现当地人也有爱玉的这个传统，比如说在大殿的墓地中也出现了玉器，但是啊，他们失去了在岫岩西域沟获得这种河磨玉料的这种能力，他们找不到了，所以说他们所用的一些玉器呢，都是一些个红山的旧器。啊，甚至有些加工过的原料，也可能是在红山文化时期啊留存下来的，啊，就非常追逐这种玉料，因为我们都知道，后来的到商、到西周，啊，一些贵族墓地里面都发现有一些个玉器，但是呢，我就觉得红山文化之后啊，从兴隆洼赵堡沟到红山文化，大家都知道岫岩，哎。去获取玉料，到岫岩去获取这种非常这个珍贵的和盟玉，就是这种黄绿色的带红蝶。红山文化之后啊，这种获取玉料的这个途径就断了。这也是我们通过比较研究之后我们得出的认识。好吧，我们现在开始重点讲红山文化。这个我们看就是几个地点，还是这个区域，但是时代变了。我们红山后。啊，红山后，这个东山嘴牛河梁，这个图我没把熊教授挖的这个半拉山给标上来啊，但牛河梁周围吧，第十啊这个地方，但是在西辽河这个图看得很清楚了，大家啊，希拉木伦河对吧？希拉木伦河这个辽河注入辽东湾，但是呢，这个大凌河，大小凌河，这是牦牛河。啊，牦牛河、兴隆洼文化其实和这个兴隆洼兴隆沟遗址和这个牛河梁遗址处于这个大凌河的水系，啊，还不是老哈河，不是希拉木伦河，
属于大凌河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红山文化的核心分布区啊。我们后来把红山文化分成几个类型啊，包括这个北部的纳斯台类型，还有这个哈密麻哈类型，然后赤峰地区这个地方有一个原来红山在这儿，后来有一个魏加沃普类型，这个类型啊，这个兴这个牛河梁啊，牛河梁为代表的。包括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是红山文化晚期的聚落，这个地形就是说大凌河及其支流牻牛河上游，这个地方是红山文化的核心分布区，也是兴隆洼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区。所以说，在整个东北地区，这个大凌河及其支流，这个牻牛河流域是非常重要啊，因为最早的红山文化遗存，目前所知就在这个地方。它的红山文化分布范围很大。对吧？但是这个地方是它的核心区，所以说牛河梁能够出现，它是有传统的，它不是突然就出现了，对吧？它是有传统的，因为它这个兴隆洼文化啊，就处于这样的一个地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到辽东来取玉啊，也有过这么长的时间。赤峰的红山，然后我有一句话，就是说怎么认识红山文化的重要性，就是说。在中国境内，名山很多。如果说有哪一座山承载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唯有内蒙古赤峰市的红山。有的人说，那反山瑶山也是啊。我说，反山瑶山那是人工堆筑的土台，对吧？那么红山，那么这是自然的山峰啊，它有10平方公里啊，这个现在也是国有单位。那么在辽西地区，山梁纵横。啊，如果说有哪一道梁见证了红山文明的崛起与辉煌，唯有辽宁朝阳的牛河梁。啊，这是两句话，就把红山文化的重要性给体现出来了，把红山遗址的重要性，把牛河梁遗址的重要性给体现出来。红山文化呢，我简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历程，就是1935年啊，日本人进行发掘，在红山后带队的是滨田耕作、竹野清一。那么1938年他们出版的报告，那么1954年啊，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尹达先生，当过考古所的所长啊，提出了红山文化的命名。另外，尹达先生在命名红山文化的时候，他就指出啊，红山后的这一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具有突出的特点，对于研究长城以北和以南的啊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的相互关系具有极大的启发。和帮助，就是说红山文化它对于研究啊南北这个关系啊有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反映出这个南北之间的这种文化交流。当时尹达先生在命名红山文化的时候就已经体现出来了。尹达先生在他的所著的《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中呢，之所以能够命名红山文化，是因为他接受了这个梁思永先生的建议啊。梁思永先生大家都知道是梁启超先生的儿子，他在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学习啊，回来之后啊，这个做过考古研究所的副所长，主持过田野考古工作。这个他在1930年啊，就到赤峰林溪啊去进行调查啊，就本来计划还想发掘，后来没挖成，所以说他是应该说。是到西辽河流域开展田野考古的啊，国内的这个第一位考古学家啊，所以说他知道这个地方很重要啊。这个我觉得在他写的这个调查简报中呢，就发现了红山文化的彩陶片啊，也有兴隆洼文化的陶片啊。在那个时候没有命名，所以说尹达先生在写这部书的时候呢，他就给尹达先生建议啊，要把红山文化命名啊，单独写一章啊。所以说红山文化的命名。跟两位学者是有关系的，尹达先生和梁思永先生。那么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严明先生啊，北京大学的这个严明先生呢，就是他的田野时期啊，就是在这个红山后和红山前，是谁带队呢？是裴文中先生、吕尊鄂先生带队啊。那么我们来看看红山文化的面貌啊，红山文化呢，就是说
从器物上讲啊，从陶器上讲，它有两个传统，对吧？一个是这种袈裟的灰褐陶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之字纹，这是红山文化最典型的特征，之字纹啊，亚音亚毫的之字纹。那么这个颈部呢，有这种窄的堆纹，或者是泥条纹。那么还有这种，大家看到都是之字纹，这是典型的红山文化的袈裟陶吧？啊，同学们就记一下，啊，袈裟灰陶、灰褐陶，这是一种特殊的器类，写口器。那么红山文化跟兴隆洼文化跟赵普公文化文化面貌发生巨变，它不一样的地方出现了彩陶，红地、黑彩，大家可以看到这有这个菱形纹。啊，菱形纹，还有这种垂弧纹，啊，有的人说这是鱼鳞纹，或者是龙鳞纹，啊，有这种彩陶。彩陶的出现，确实是令这个西辽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陶学文化发生了这种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文化交流，仰韶文化过来，北上，啊，中原文化因素的进入，这种文化交流啊，推动了这个辽西地区的文化进步。就是说，红山文化和以前的我们刚才讲过的兴隆洼文化和赵普公文化不一样，就从文化面貌上讲，我们通过这个文化面貌啊，陶器是我们看当时社会的一种物质文化遗存，它发生变化了啊，所以说在我们在讲中国民起源的时候，我们承认中国民是这个多元一体的，但是中原地区还是有它的这种核心地位和先导地位。我觉得这是我们就以辽西地区在文化进程中，它加速文化发生变化，发生质的变化，那么它跟中原文化因素的这种进仰韶文化它北上就有密切关系。这是垂弧纹的彩陶，这种弧线勾连纹这种勾连纹非常抽象非常抽象，这是这种弧线三角纹各种弧线三角纹这种几何纹。但是这种彩陶纹样进来之后，在红山文化社会里头把它吸纳了，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还有独创，这个独创出来的东西，恰恰是仰韶文化里面没有，这是红山人的这个创造精神所以说红山人的这个红山文明的形成它有几种精神，一个是吸纳充分借鉴吸纳本地区已有的文化传统。尤其是兴隆洼文化、赵普公文化的传统，我们讲玉尤其是兴隆洼文化辨识加工玉器的这种技术，别的地区可能也有，但是后来的文化都不一定传承下来。那么红山文化它的一个优势是出色传承传承了兴隆洼文化的因素，对吧？另外，它的这种吸纳能力，周邻优势文化因素的吸纳，包括仰韶文化的彩陶进来，这个彩陶进来。同学们，这个可是生活面貌发生重大变化。我个人认为，这是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大众审美的这种提高，这个整个社会这种审美能力的这种提高。就是说，比如说同学们，比如说我们在很早的以前的，给大家讲一下，比如说我们现在社会上大家看到穿衣服都是五颜六色、各种各样，可是你要回到60年代、50年代，那都是一片，对吧？青绿是吧？不多元、不多样、单一，对，文化面貌单一。那么现在呢，就是你看的高楼大厦，对吧？我们的生活各种文创，对吧？同样是一件杯子，现在你选择的余地特别大，对吧？我觉得这种大众审美的这种提高，是社会发生变化，尤其是进入文明社会的这种先导，生活变得越精致审美能力提高，还有彩陶给人们带来了什么？为什么？仰韶文化的彩陶到了红山文化之后，当地的文化进程发生了变化，我觉得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而且，彩陶的背后仅仅是艺术吗？对吧？有没有信仰？现在我们在红山文化里面，我们看到是有的，它表达了它的一种信仰，对天地的一种信仰。一会儿我再给大家讲。还有就是它的创造能力、吸纳能力和创造能力是紧连着。就吸纳过来变成自己的东西，这叫取长补短。
为我所用，啊，我觉得这个体现了红山先民的首创精神。这个首创不是莫名其妙、闭门造车，它一定是传承、吸纳、创新。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文明的一种范式，对我们今天社会的发展的一种启示啊，一个社会要发展，对吧？你这个传承、吸纳、创新啊，不能闭门造车。我觉得是这个博采众长，啊，把优势吸纳过来。我觉得这是红山文化发生变化、红山社会繁荣、红山文明形成的一些个核心要素。这也是我们通过考古学的研究，我们对这个地区文明的一种认识啊。彩陶博啊，吃饭各类的啊，器座，看看红山王的石器啊，我们觉得这种兼壶刃的石刺。生产技术的这种进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那么在古代，尤其是远古社会啊，我们看到的主要是农业社会的这种进步啊，农石啊，这种监护人的石刺，赤峰属于汉作农业区，就是说它的那个沙土啊，苏先生都说过，这种监护人的石刺啊，非常有利于耕种。你把它绑到现在的犁上，我们做个实验，它就是相当于现在的犁花尖儿，能开垄，能种地啊，魔方魔棒。那么这也是这种监护刃的石刺，另外就是这种是一种特殊的石材，啊，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在很多的红山文化里面都有这种独有的这种石刺，刃部比较尖，我们叫的这个柳叶形或烟叶形的这种石刺。那么看到了还有红山文化的石刀，这也是一个变化啊。红山文化石刀有长方形，还有这种我们叫桂叶形的石刀，啊。那么此前的兴隆洼文化时期已经有了原始的汉作农业，但是呢，没有发现这种定型的这种石刀，啊，这种石刀到了红山文化时期，尤其是红山文化中期，距今6000年左右，这种掘土的工具、收割的工具、骨加工的工具，从四的这种改造，到石刀的这种出现，到磨盘磨棒，我们认为这个红山文化的农业。啊，这个有的这个繁荣和发展是从6000年左右，啊，这个农业的发展，啊，催生着人口的这种增多，啊，这是苏秉琦先生看这个茹克良的这种女神头像。所以说，20世纪末到80年代初啊，我们觉得红山文化呢可以分成两个大的阶段。那么80年代初以前，对红也发现了一些遗址，像西水泉、蜘蛛山、四棱山啊，而且还发现了陶窑。啊，苏先生讲红山文化分布区列为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六大考古学文化区之一，对吧？那么80年代以后，啊，开始研究红山文化与西辽河流域文化进程、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与特征。那么基于啊东山嘴、牛河梁的发现，那么到了后来，比如说这个大喇山的这些发现啊等等。但是最主要的是这个牛河梁的发现啊，非常重要，是红山文化研究的里程碑。如果没有东山嘴，如果没有牛河梁的发现，我们很难认识啊红山文化社会啊等级化的社会，也很难把红山文化与这个文明社会连接在一起啊。那么当然，就像郭先生他就强调啊，就是这个礼的作用啊。玉和礼的作用。如果我们强调礼的出现是中国文明起源的一项重要标志，那礼的载体是什么？啊，我今天讲座的题目就是说，红山文化预期中华5000年文明形成的核心物质载体，礼的载体是什么？是玉，对吧？那红山文化晚期以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为代表，礼制形成，对吧？礼制形成，礼制的载体是玉，所以说。玉器，红山文化玉器是中华5000年文明形成的核心物质载体啊。那么，当然，在研究的过程之中呢，也有的学者认为，红山文化没有进入文明。我觉得学术研究啊，也需要有不同的观点。安先生就特别讲啊，他认为这有一段话，我就不再细读了啊。要我们认为黄河流域是做中国文明的摇篮啊。他有理由，历史上夏商周首先在这里建立了阶级国家，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深入思考。2008年到二零
这个2011年啊，我们研究玉器，这是在辽宁省博物馆看这个钟山的玉器，跟郭先生一起。那我们来看东山嘴和牛河梁这方面，这个曾龙教授应该也是专家，这个非常资深的专家，他在辽宁工作期间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长安地区调查工作，可能熊老师都给大家讲过了，我在这里面就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些遗迹，非常圆的石坛。东山嘴的祭坛非常远，对吧？所以红山文化它的成就啊，这个对于天圆地方的这种表述，这个在别的文化里是很难见的啊。而且，因为它处在这个山岗的顶部，能保留下来，对天的这种表达，对吧？我们如果说两种文化对天的表达是用玉璧来表达的话，对地的表达是用玉琮啊，苍天苍碧李天黄琮李地，那么在红山文化里面，用石器的建筑来表达天地，而且这个是大手啊，可以看到圆对天。那么在牛河梁遗址也出土了这种泥塑啊，这个刚才给大家讲过，红山文化也好，兴隆巴文化也好，都是这个男性占据主导，但是呢，他崇拜女神、孕妇的这种形象。那么，另外的这种像牛河梁遗址第五纪年出土，可以看到啊，大家看看很清，穿靴子呢啊，这个红山文化它是非常精致的社会啊。我们看牛河梁遗址啊，这个大的祭祀平台啊，现在我们研究所的贾跃冰研究员和郭明研究员他们在这发掘啊，最近几年把这个大平台的结构给搞清楚，大平台呢可能有这个居住。祭祀啊，展示的这种功能啊，因为牛河梁是我们认为是埋葬和祭祀中心，那么现在呢，它要有一个人活动的地方啊，它不仅仅是一个埋葬的。牛河梁我们不能普通理解它就是个墓地啊，那所以说要有人活动的场所，我觉得这个大平台啊，几个台子连在一起，是在它的布局中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呢，通过工作呢，把它的形制进一步明确。那么女神庙的发现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这个我们辽宁省考古研究所的同仁们啊，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我们看到这个，啊，这个是当时发掘的情况啊，有碳化的木柱，这说明什么呢？里面有红烧土，这是一座建筑，对吧？这是当时立的木柱，另外呢被火烧过。另外大家看到这个，有的人啊，就是我们觉得有的学者。啊，就经常拿这个女神庙说事儿，说这是个庙吗？有的人说这可能是个仓库。那么这个奇形怪状，从建筑本身也看不出它有多高级。但是我认为我们都低估了它的功能，它的神秘性，它的高等级通过什么？通过这种彩绘的墙皮。就能看得出来。如果你用电脑把它这个连续的这种图案给它画出来，是非常了不起的建筑艺术成就。我觉得从女神庙里面能看到红山文化时期非常了不起的建筑艺术成就，啊，这是非常之重要。所以说我们要从细节，不能仅仅说，哎，要看这个形状也很 low，也不是什么高大上的建筑，由此就低估了这个它的这个功能。我觉得你看女神庙。我们要看它的彩绘墙壁，非常精致。这个在全国同期的建筑装饰艺术中绝无仅有，这是牛河梁的重要性的体现啊！我们在研究中把它给忽视了，把它给，因为它不完整啊。那么如果说你仅仅依靠看女神庙的形状就把女神庙说得很 low，我觉得是这个和学术的实际是不符合。和它的所重要的地位是不符的。就是说，看女神庙，同学们，你看它的这种彩绘的墙壁、几何纹，把它的重要性、建筑艺术装饰的这个开创性的这种地位啊，表达出来，它不是一座普通的建筑。另外，那出土的遗物，那么在全国同期的哪一个材料里有如此丰富的人像的这种材料？更主要的是啊，我今天多的我不讲啊，它有这个。这个可以看他的这个双手的姿势，双腿的姿势，关键是
啊，读材料要读细，在这个壁里边有人骨，同学们，啊，这是太重要，祖先崇拜，啊，牛连里边体现出来的祖先崇拜，啊，有人骨，啊，太重要了，女神的头像，有的人说你怎么知道她是女神呢？她怎么不是男神呢？啊，确实，因为在女神庙里面，我们还发现了和女性啊有关的这种泥塑的残件。这是双耳，这个左耳残，但是我们发现有一个孔洞。在这里头，我先给大家讲，这个发现可是特别重要。这个女神像有两点：一，双目啊嵌的是，有人说它不是玉，但是嵌入的。啊，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嵌入的这个，你要从玉料讲，它没有嵌透闪石，但是它我们把它理解为玉晶也是没问题，啊，嵌入玉晶，啊，起到这种以玉饰目的这种作用，是吧？强调人的眼睛，啊，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对吧？那么强调啊，它是个神啊，它有慧眼，它是祖先神，啊，另外呢。这个左耳上有一个圆孔，那肯定要佩戴耳饰。它佩戴什么耳饰呢？那么佩戴玉耳饰。玉耳饰这个传统不是从兴隆文化传到现在，一直传下来了。但是我们从牛和梁遗址的情况看，从红山文化晚期状况看，那么兴隆文化、赵普沟文化到红山文化中期有玉珏，到了红山文化晚期珏消失了，牛和梁遗址。目前所见，只有出了一件玉珏，而且那件玉珏呢，也是又一件壁改制的，不是典型的珏，而且呢，没有出在墓主人的耳部，是出在墓主人的胸部。那么，所以说，在红山文化晚期的玉器群中，像纳克才遗址、哈密蒙哈都没有玉珏的发现。这个玉珏的有无，是辽西地区史前用玉制度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标志。那么，我们说红山文化。已经不流行在耳部啊佩戴玉环，为什么神像的耳部有孔洞呢？哎，同学们，一会儿我会问大家这个问题啊，是对他祖先的祭祀印象，就是他证明这个泥塑像，包括兴隆沟遗址出土的整身的陶人像，都是祖先的形象啊，祖先是佩戴耳环，但在红山文化晚期的人。已经不佩戴玉耳环啊，这是给大家要着重强调。我们要加快速度啊。这里边是女神庙里出土的熊爪和禽爪，非常关键。看看这个啊，这个我们看看，这个在两种文化的神人兽面，红山文化和长江下游地区环太后流域的嵩峨文化两种文化也有密切的关系啊。这是女神庙里出土的这个禽爪。这是两种文化神人兽变像里面，我们看也是禽爪，啊，有关键啊。那么更主要的是牛和梁的第二地点啊，这个冢坛分布啊，这是这个二号冢啊，方的啊居中啊，三环石坛啊，这是三环石坛。冯石先生有过深入的研究，我们看它的直径啊，外径22，中径15.6，内径11。这个二分之一啊，这个相互之间的比是根号二的关系，这是三环石坛，冯石先生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盖田瓷器，这个反映农时，我们看到这个非常壮观，它砾石的这种情况，砌筑的这种情况，那么这是这个二号冢中心大墓，有的人说红山文化社会呢没有明确的分层啊，那是我觉得。那是对红山文化材料的这种误解。那么，在中国同期的这种考古材料中，那么含有这样一人独尊的体现，恐怕如此之明确，唯有红山文化。我们想想后来的这个，当然我们跟这个大的王陵啊没有法比，但是想想这个隋炀帝的墓葬规模有多大，大家可以看一下，对吧？那么这座。这是5000年前的王墓，红山的王墓啊，它的中心地位啊，这个方冢
啊，这个大墓葬处于中间。可惜的是，这座墓葬被盗了。所以说，在反映社会红山文化晚期的这种社会分层啊，一人独尊方面，那么牛河梁遗址提供了绝佳的这种考古。哎，我刚才说了，这是红山文化，它最有特征的是它有一批祭祀用的陶器啊。我们知道这个，我就说这个彩陶是从中原传入的，仰韶文化传到红山文化这边来，但是到了红山文化，它吸纳了之后，它创新变得为我所用、为我所有，有独创性啊。祭祀用陶器啊，一面是黑彩，这体现出了红山先民这种伟大的手创品，而且批量生产，啊，成为祭祀用器。这个彩绘陶器，彩陶作为祭祀用器，啊，这是在红山文化里面，这个和其他的文化都不一样，可以看到都是祭祀用，而且还有这种镂空形器，啊，好，我们看这个，我们重点要说的就是红山文化，晚形成了玉礼制，啊，这是大型墓葬，随葬玉器种类数量多。而且组合关系的变化能够反映墓葬的极差啊，这是这个红山文化大型墓葬21号墓啊。大家看这个兽面啊，这个还有这个龟啊，这个玉龟到了西商和西周时期，玉龟的造型基本上还是红山文化玉龟的这种形这件玉器是我们看到的早期的一件宫廷玉器，它的中部是一个圆孔啊。关于宫廷玉器的造型啊，学者们有不同的理解。现在我们觉得至少是。更主要的是对宇宙、对天体的一种理解，5号大墓也是一座大型的墓葬啊，这个它的矿穴的规模、它的石棺的规模，啊，都彰显了墓主人啊独尊的这种一人独尊的这种地位。墓主人的头下盛放了2件玉璧啊，宫廷玉器，2件玉鳖，这个不是龟啊。这个据安徽这个大学吴玉红教授的研究啊，他做过很深入的研究。这是中华鳖，一雌一雄，而且还有这个玉镯，红山人佩戴玉镯都是佩戴在右腕，啊，少数是双腕佩戴，单腕佩戴的一定都是佩戴在右腕，啊，这是5号大墓的这种情况。最主要的还有一个16号大型墓啊，16地点的4号大墓，可以看到这种石棺，这都是开凿在基岩层以下，啊，4.68米，石棺垒砌的非常规整，你看我们平面看啊，它这个矿穴啊，它是有凹进去的，这特别难而且有底啊，这个多数有的是没底的，用石板铺底。这个石棺，一个是矿穴是在基岩层上开凿，那么另外呢，有垒砌有规整的石棺，墓主人呢是这个45岁到50岁的男性，我们看他出的玉器数量不多，但是很独特，墓主人头部枕着玉凤，是吧？胸部放着这种斜坡状红器，你看他也是佩戴了一件玉镯，右腕还有2件玉环，还有松石的耳坠，还有一件，最主要的是玉人，其中玉人和玉凤。都是在红山文化中首次发现，形成了最高等级的玉器组合关系，这个在别的墓葬里没有，所以说我们认为这座墓葬也是我们所见到第16地点4号大型墓，是我们所见到的保存完整的红山文化王者之墓，看到玉人的这个情况。我们看玉人的时候，我们讲玉啊，这件玉人非常珍贵，它你看啊。它背面保留有一些红褐色的石皮，尤其是在这儿，这个脑部的这个左侧，有意地保留一块原石皮，这是它是岫岩核磨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明。玉凤，我们叫它玉凤，这个玉凤的原型到底是什么呢？到目前为止，我们也很难得出它究竟是什么。有的人说这是。天鹅，有的人说是大雁，有的人说是其他。后来我就找到目前为止，我自己这个也是一种启示吧。我认为这个我们看一个安第斯神鹰，它展翅超过3米，世界上最大的飞禽啊。它关键这个安第斯神鹰，一个这个喙，尖喙，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很像是吧？有一个尖喙，
关键是这个雄性会肌部聚肉瘤啊，就这个东西啊，就关键一般的动物，你这个东西是什么，对吧？当然它是一个正面的吧，也不一定是。那么关键有的时候它出现之后呢，它这个脖子上的这种毛啊，这块不一定表示的是耳朵，不一定啊，这个也可能是一种写意式的啊。所以说这个也给同志们提供一种，但是有很多这个猛禽类的啊，我们看红山文化里边正在湖北博物馆展出一件绿松石的鸮，绿松石的这个叫鸮，其实跟这个都是有密切关系啊，展翅的这么也不一定是它，但是呢会提供一种启发啊，就同学们就说这个可以去思考。我们看到刚才看到的是红山文化大墓的这种情况，我们现在看到的红山文化中小型墓葬，看到是，也出这种红山玉器啊，这是两件玉镯啊，这是勾弋形玉器。刚才我们见的说早期的是一个圆孔，我们现在呢就是一个勾角，啊，就是一个勾角。那么中型的墓葬里边出土两件啊斜勾筒玉器啊，这也是红山文化非常典型的一种器物。我们看着它简单。其实它的这个雕琢工艺特别难，它是一个筒状，对吧？雕琢工艺特别难。还有这种一侧有台阶的这种这个第二地点一号冢有两座，这是26号墓葬出土的情况。这件器，这个是削面配，对称。这件器物。这个彰显了红山文化极高的这种玉雕水准，现在都很难企及。就这么说，所以说我们认为红山文化玉器，它是一个高峰啊，对吧？现在就是这样的神态、这样的技法、这样的对称，当代玉雕都很难达到这样的水准。我觉得这就是，所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是说。就一定是由低到高，不断地往上高，它也有高也有低。那么这样的器物，它就是处在中国玉文化发展。如果我们以为是个波浪形的，它就是浪尖上，很难达到啊。这个惟妙惟肖啊，这个高超的雕琢工艺技术、造型能力。那么这座墓葬是非常有名啊，研究红山文化，这一定要知道这座墓葬，因为这座墓葬是首次。发掘出土了玉镯，墓主人的胸部，而且是一对儿，而且是岫岩合墨玉的重要证据。那么当然还有一些个中小型墓葬，这件玉器大家看到也是非常多，它是合体的龙凤合体的玉器，在红山文化里面是首次出土。当然还有绿松石啊，大家看。那么这件玉器也是特别有名，是目前我们所见到的体型最大的一件。勾弋形玉佩造型结构复杂啊，工艺精湛，栩栩如生。尤其是它的这种打蜡凹槽的这种能力啊，这个是达到了相当高的工艺水平。那这种墓葬出土的这种工艺，那么小型墓葬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啊，它这个社会等级，我们这个社会等级就是从它的这个矿穴的规模，对吧？这个包括墓葬的位置啊，小型墓就是边缘，这很浅，但是也有玉器，这还有这种二次葬的这种情况。那么牛河梁玉器呢，就是向我们彰显出来这个红山文化一个严格的这种等级制度啊。这种等级制度呢，就是说是从它的墓葬的矿穴的规模、位置以及随葬玉器的种类、数量多寡的这种组合关系，能够反映这种墓葬的极差。所以说呢，我们认为就是说。它之所以重要，它彰显了红山文化形成了这种礼制的形态。那么其他地区的情况，我们看看。另外，牛河梁的这些人，可不是就是生活在牛河梁周围，那么死后他埋在牛河梁。牛河梁埋在牛河梁的，也可能生前他是生活在巴林右旗。大家看，这是巴林右旗所发现玉蚕，对吧？这个合墨玉做的龙这个玉箫尤其这两件石雕人像这个三环三个圈顶天立地，头顶天，脚踩地，
啊，这是做一个既做贵子，这是在弘扬文化都给他表达，而且包括这种勾形器，这不是简单的工具啊，对吧？这样的器类在妇好墓出现，你可以看到弘扬文化这种传承和影响力。啊，当然我们魏家窝阔这个地方它就没有玉了，哈明王哈啊，这个玉器啊，这个在通辽，哈明王哈玉器呢，一看很乱。啊，好像跟弘扬文化有关系，但关系不大啊。大家可以看到这种璧啊，为什么会看着很乱？我觉得这个我们如果把它分成两个系统，它就不乱。首先，这种璧的系统，那跟牛和梁有一比，包括这种双联璧啊，牛和梁也出现过，包括这种器类啊，这种我们叫简化的勾引形器啊，牛和梁也出过，武汉博物馆也有见。这种尤其是这种亚腰形的。这个玉珠，这个在牛和梁出现，但是这些器类啊，它之所以乱，像这种管儿，对吧？两面不齐整的管儿，这种啊，璧形器啊，包括这种小奔子，这是兴隆拉文化的传统。所以说在，在这个哈密蒙哈这个类型里边，包含有兴隆拉文化系统的玉器，或兴隆拉，我们不一定就是兴隆拉文化时期的。但是绝对是兴隆拉文化风格的玉器，在哈明王哈里边得以体现，也有弘扬文化的风格的玉器。所以说，这个总之来说，哈明王哈的玉器啊，不是它还属于西辽河流域的用化系统，只不过是它同时包含有兴隆拉文化风格的玉器在里面，当然还有独创性，就是它的这个弹簧形的这种璧。有人说它不应该叫璧了，但是我们现在来说。那它是跟圆的肯定是不一样，而且形体比较大，用料是岫岩玉，所以说哈明王哈玉文化体系还属于西辽河流域玉化体系。熊老师挖的半喇山特别重要啊，这个想必大家都了解了，我就在这里不赘述啊。但是这里边要说的是，这个首先出了这个玉璧的特殊的造型啊，加工。啊，玉环的这种玉镯的这种独特的方法，那么还有就是说，非常珍贵的是发掘出了这种这个朱手龙，而且朱手龙的墓葬里面出土了玉钺的这个兑，啊，是一个小熊的一个图案形象。最主要的是这个斜口筒形器，斜口筒形器以往的在牛和梁或其他地点都出自墓葬中，这个是出在一个小的祭祀坑里面，所以说这个对于认识这个。这个斜口筒形器的祭祀功能啊，提供了重要的考古材料。那么我们在兴隆沟的第二地点，2012年啊，在那发掘，今年正好10周年了啊。这个我抢进性发掘复原了一尊这个整身陶人的形象，啊、给大家看一看啊。跟兴隆沟他们都属于这个大凌河流域啊，大家看的高度一致。我们看这个他的右手握左手的姿势。可能没关系，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传统，我们只能说可能没关系，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传统，啊。那么这是朱元璋的这种形象啊，所以说我们根据这些特征，我们认为他是弘扬文化时期的王者，啊，或者是巫者的这种形象，啊，得出这样的一种认识。所以说我们认为这个综上所述吧，我们认为在弘扬文化晚期，社会上有几个方面的这种。变化，人口的增长，啊，这种高等级房屋啊，大型聚落的这种出现，啊，几十种社会的分层，那么社会结构的变化，然后就是经济形态啊，农业经济，还有发达的这个渔猎采集经济，手工业技术的这种进步，还有它的科学和艺术成就在玉雕上就表现，还有就是说史前时期的这个广泛吸纳中林地区的这种强势因素啊，还有一种这个。成为西辽河流域发生这个质变重要的推动力啊。那么与其他文化的关系啊，弘扬文化文明形成，它跟对外的关系是什么样呢？我们看跟江淮地区的林家滩文化啊，我就不再细说了。这个是有相关性。你看这个玉龟是吧？通过玉器，有的人说这是龟壳啊，牛和梁报告中也解释为龟壳。我个人持有不同的意见。那么有人说是弘扬文化受到了它的影响，林家滩文化的影响，但是林家滩文化就出了三件，对吧？而且林家滩文化里边都有这种玉签儿
可是，在红山文化里边，啊，没有一座墓里边出玉器，所以说这个不一样啊，这个不是数量多寡的问题，功能都不一样，就不能说有一件像龟，所以说红山文化所有的都像龟，这有点本末倒置。我们还是坚持这个斜口筒文器，红山文化独创，哎，凌家滩文化吸收了红山文化的影响，那么玉人的手姿也像，那么我觉得还是这个有这种互相影响的关系，更主要的是接受到的这种。红山文化是影响到了凌家滩文化，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确实有关系啊，两者之间有关系。但是呢，红山文化的这种亚腰形的玉珠，确实是受到了凌家滩文化影响啊。那么红山文化有两种文化，大家看萌萌啊，这个呆萌的这个很萌的这种龙的这种形象，这种枯木啊，这个跟红山文化。如出一辙，这是显然是红山文化影响到了两种文化。那么在妇好墓里边的啊，刚才我讲过，妇好墓里边红山文化玉器啊，那么这是在果国墓地里面出的红山文化玉器。这件是我去年这个要跟同学们特别交代一下，果国墓地出的非常重要的一种器类，以往认为啊，这个是红山玉器改制的。红山的玉器可能是个斜口筒形器，最后西周改制的。当我真正看到这件玉器的时候，那真是我当时我觉得这个改变了我原有的认识，包括以前原有的认识。我发现大家可以看到这种凹槽打蜡，非常典型的红山文化玉器工艺。所以说这件玉器就是红山文化的玉器，不存在斜口筒形器改造的这种情况。大家看这种工艺啊。这哪是西周的工艺？这就非常典型的红山文化工艺，就是红山文化玉器啊，流传到这个西周。那么，祖先神的形象啊，我叫它这个神面纹的曲面盘啊，非常重要的一种器类，核心器类啊。这种大家看到这种眼睛的做法，跟刚才我们所见的红山龙的做法是一致啊，传承到西周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在叶家山出土的一件红山文化的这个勾践形玉器，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形状？龙的形状。大家知道这是蘑菇手啊，蘑菇手。我们都知道商代玉龙里边有个蘑菇手，这是我们见到的最早的蘑菇手的状的玉器，是龙的变体。那么这是到了春秋晚期的秦人墓里边出土的勾践形玉器，还有这种小的这种猪龙。最后呢，我们快速的吧。这个用几分钟的时间给大家看一下图，就是龙的问题，龙的起源问题。用这座墓葬啊，这个首次发现了红山的玉猪龙啊，这是发掘出土的一种这个形状啊，头部啊，吻部。那么这是大家注意到，这有獠牙啊，大家注意到这有獠牙，那联想到我们兴隆观文化时期啊，刚才看的那个野猪的獠牙，那跟它如出一辙，所以说。这件猪龙的原型是什么？自然而然就是獠牙啊，这是8066期出的。红山文化玉龙整体有两类，一种是这种玉猪龙。那么再给大家讲一件这种器类啊，这是一件石质的不怎么样，但是在它的额头有这种菱形纹啊。我们看一个两乳的龙形镯，那么龙的额部都有。这种菱形纹，这种菱形纹是天神通天的一种标志。我们看红山文化的 C 龙到底是什么啊？两类龙啊，一位是玉猪龙，一类是 C 龙。我们在看这张照片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惊人的发现：红山文化的玉猪龙，这个 C 龙有獠牙，有獠牙，这是它前期的是猪的形状，野猪，两件。那么这件呢，证明它的这个有红褐色的石皮，证明它是岫岩的核门。这是我目前所特意，我今天下午特意找了一张片子给大家看看岫岩的这个透产式核门玉啊，我们的龙，红山文化的主要器里，这种红褐色的石皮雕琢而成。龙的起源啊，跟野猪的崇拜是有关系的。在这里边，大家看到，这是赵伯沟文化里边的这个獠牙猪首。S 型全体啊，所以说在辽西地区所见到的成型的龙，玉猪龙，6800年前啊，比濮阳的要早800多年，近1000年。
啊，所以说苏先生讲玉龙的故乡，文明发端，这是就茶海玉器所提到。我们看看，我们再给大家捋一个龙的线索啊。大家看到刚才红山文化龙就讲，这是其他地区的龙啊。我们说这个龙，良渚的这件龙啊，明显的是受到红山龙的影响，特别是眼睛这种全体。商代的这件龙啊，这种全体风格的龙，这也是受到红山文化风格影响啊。到了西周时期啊，张家坡这种全人龙组合出现，但是这种全体的龙还是秉承了红山文化全体玉龙的风格。那么 S 型龙的这种体的减量，大家看到这个西这个汉代西汉的这种安徽的三角鱼汉墓里面出土的这种这件龙，我经常把它拿过来，这是红山文化 C 龙啊，这个造型。哎，影响的这种啊，有这种裂，大家可以看到。所以说，这个红山龙的这个，魏晋南北朝啊，在这个江苏南京邓甫山墓地，大家看到它这种龙，包括这种勾脚，这都是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这个红山文化的这个传统，一直到魏晋南北朝，甚至一直到唐代都有这样的一些个传统啊。所以说，龙的这种主题啊，我们认为这个红山龙啊，这个是中华龙的本源。刚才讲到了这种社会。其实给大家展示出这个图案，最主要想说明的是，从中华龙文化的发展和演变轨迹看，红山玉龙应该是中华龙的本源，这是我们通过实物所看出来的。另外呢，这个2019年呢，这个岫岩啊，鉴于岫岩在兴安文化和红山文化玉器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啊，岫岩玉啊产玉闻名，岫岩被誉为这个中国玉都。但是它这个，因为文化是在兴安文化和红山文化，后来呢，岫岩还有丰富的玉石资源。这个2019年，这个岫岩在岫岩雕琢了一件118吨的花玉雕琢出来的长城啊，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说中国玉文化啊，在当代啊展现出来的活力，世界最大的玉雕城啊。这个中央电视台包括各大媒体报道都纷纷报道，世界最大的玉雕城。大家可以看到这种长城的秋色啊，这个展示了岫岩作为中国玉都的这种地位，就是是一件国宝级的这个玉器。当时岫岩县委政府啊，这个请我到岫岩啊，这个帮助他们做这个策划。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呢？用我们8000年的玉文化理论，能够指导我们当代的玉雕啊，这个推动中国玉文化的发展啊，这是玉雕的情况。这个2019年8月16号啊，这个玉雕长城落成啊，8月20号，总书记到嘉峪关啊视察这个长城的这个说了一段话啊，我觉得特别重要。这个长城作为我们中华文明的这种载体啊，这个对我们这个文化的传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个是玉雕大师这个孙立国，这个是总监啊，佟兆祥馆长。就说通过对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的研究啊，我们再现了中国8000年的历史，也看到了中华5000年文明的形成在西辽河流域，以红山玉啊作为核心的物质载体。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啊，以古鉴今，以史育人，通过对我们8000年、5000年红山文化玉器的研究啊，这个实现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推动中国当代玉雕的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好吧，我都讲这些吧，谢谢大家。哎呦，这个正好9点，熊老师啊。好，也谢谢同学们。同学们如果有什么问题，这个我们还可以有几分钟的时间啊。宗龙啊。感谢这个精彩演讲，我们让我们以热烈掌声感谢您，感谢就是刘老师，哎，听见了，能不能听着？听见了，哎，
听见了，李老师，哎，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您的应该啊，那这样，那这样我们还有大概就留10分钟时间吧，然后可以我们啊，互动一下，你看可以吗？可以可以，同学有什么问题可以交流一下。好，那同学们看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跟我们教师互动一下啊，可以提问。别动了。听不太清，怎么了？你到这说吧。啊，好了。听不太清，曾龙。李老师，现在可以吗？哎，听清了，您说话我听清了，那个学生说话听不见。好的，老师，我想请问一下，红山文啊，这回行化了。玉器和林家滩文化玉器，您刚才说有一些相似之处，然后但是它。那对对，啊，这个我后半段没听话，就是没听见，就是兴隆观文化不是红山文化跟凌家滩文化玉器的关系，这个确实有密切的关系啊，因为我们从玉器上也是非常，这也是就是说玉器的重要性，就是玉器给我们提供出来，我们看到红山文化和兴隆观文化之间有关系，比如说玉人。啊，玉人的姿势，他都是这样的，就双手都是这样的，啊，双手。另外呢，就是说我们非常明显的看到，还有那种斜口筒形器，还有就是说他有一件玉器，就是凌家滩人也是吸收了红山文化用化因素，也有自己的独创性。比如说他这个双猪手的玉鹰，对吧？他是这个是个玉鹰，但他翅膀是双猪手。这个双珠，它集合了红山文化三种因素。红山文化里边有双珠手的玉器，对吧？有玉鹰，有玉箫。但是凌家滩文化，这个把这个双珠手做成翅膀，做成鹰的形状。另外呢，两面有八角星纹，这个是一种宇宙观的一种表达，就是说跟红山文化是有密切的这种关系。就是说，也可以看到这个，包括结构统计，都反映出了这个红山文化。对凌家滩文化的影响，但是凌家滩文化在哪些方面影响到红山文化？我们目前看到的有两种器类，一种是这种亚腰状的这种珠，啊，珠节状，我们认为是亚腰型的。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这个那种宽身的月，啊，大家都知道在这个红山文化里边有这种宽身的月，包括。曾龙教授挖出来的半拉山那种，为什么是石月，对吧？红山文化有丰富的材料，它为什么用石头做月呢？它那个壁可以做很大的形，用这个玉来做，因为石月的传统是来自于南方，甚至是长江流域，甚至这个石月有可能就是这个松泽啊，或者是凌家滩文化交换过来的，这都有可能。但是这样的一种传统保留下来了，我们目前所见到的。两个不同文化之间，在别的方面，它的陶器系统、它的声乐、它的聚落都不一样。但是通过玉器，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文化之间这种紧密的这种互动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好吧？好的，谢谢老师。嗯，好的。老师，您现在可以听见吗？听得见。
我想问一下，就是在您说的这段时间内，前期对于猪的崇拜是非常强烈的，但是发展到后来似乎就不那么强烈，或者说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是对于龙的一个崇拜。我想问一下，您可以简单的说一下您认为发生这种转变的一个原因吗？谢谢。龙的这种题材呢，就是说它属于一个就是抽象化的艺术化再现，这个就是我们说它跟野猪崇拜是有关系，但并不是说这个龙就是野猪，野猪就是龙，野猪就是龙。但是这种转变呢，就是我们在兴隆挖文化这个时期，甚至在赵本沟文化，我给大家放的一个6800年前的一个尊形器上面，那个腹部有露珠鸟的这种形象。那个龙，它就是野猪，而且有獠牙，对吧？红山的玉猪龙里边有一例也是有獠牙，但是到了红山文化晚期，龙的出现，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它脱离了这种食物了。为什么是说猪呢？因为猪，根据先秦文献中呢，刚才我说过，这个斗星十散精为雉，这个春秋说题词里边这有这样的记载，就是说。这个猪啊是北斗，比附北斗啊。另外呢，这种是东方苍龙的这种象征，他们好多人研究过，有这方面的成果。那么从考古学的角度讲呢，我们也没有做深入的研究。但是我们从目前我们的发现啊，它的这个艺术源于生活，信仰源于生活，跟这样的一种比较看呢，我们认为它跟猪的崇拜有关系，但是它已经艺术化的再现了啊，它已经艺术化了。而且这种艺术化呢，脱离了野猪实体。如果说在兴隆挖文化这个阶段和崇拜野猪的这种实体有关系，那么到了红山文化阶段呢，它就已经实现了这种艺术化的再现了。好吧，它不是就是野猪实体，对吧？所以说龙赋予了很多人文观念之后，它成了这种龙的这种形象。但龙的一个功能就是它能飞，它能通天，这是中华龙的一个特征。啊，而且呢，这个大家知道，我们看商代的这个通常所言的一个虎食人酉，其实不是虎吃人，那么就是那个虎，虎这个张着大嘴，然后底下有一个人，这个人面目很安详，但是我们知道，在虎的身上有这种蘑菇状的这个有蘑菇脚的龙，那么另外虎食人人的这个。臀部到腿部有这种齿龙，齿龙就是蛇，蛇龙。二里头文化、夏文化是蛇形龙，啊，蛇形龙。所以说，这个在商代的虎食人酉里边，那么有这种龙，它借助龙腾飞，啊，升天。所以说，天地人神啊，龙是能通天的，啊，有这种功能。好吧。刘老师您好，就哎。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刚看到，就是我之前看到，兴隆挖文化的人面像上面是有一件是，用蚌壳然后镶嵌的獠牙的，然后您刚刚也播放了一个，但是到了红山文化，那个獠牙全部是出在玉柱龙上面，然后它的玉器玉人那两件玉人上面都没有獠牙了。这个是不是这种信仰的一种变化有关，你金这老种，师？您这个同学，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觉得这个兴隆挖文化时期有这种獠牙。有兴隆挖文化这个时候就有这种獠牙。其实从南方地区所看到的情况看呢，这个獠牙有无獠牙，是祖先神和天神两种不同的神念。在兴隆挖这个阶段，像北辰长汗，还有这个刚才我看到那个塔齿楹子，这个出现的这个石牌上的有獠牙啊，表现的是天神的形象。在两种文化里边，它那个神人兽面纹里边那个兽面啊，这个有这种獠牙，在这个释迦河文化里边，这个神人像里边也有这个獠牙，在这个山西羊舌墓地里边，甚至出土了一件这个释迦河文化时期的这个玉人头像，一面有獠牙，一面没有獠牙，那么有獠牙的是。天神的形象没有獠牙的是祖先的形象，但是在红山文化里边，确实兴隆挖文化时期，
这两种都有。到了红山文化时期，人都是祖先的形象，没有见到人有獠牙的。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见到。那么所谓的獠牙，其实能刻画出獠牙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件是刚才那件玉猪龙，再就是 C 龙啊，C 型 B 龙上面有獠牙，啊，人上没有獠牙。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更主要的，它通天可能是通过龙啊来通天。这个神像里面见到的都是祖先神的像啊，就没有像不像长江流域那样的，就是说这个有獠牙的这种情况，人像没有啊。这个信仰方面呢，就是应该是反映了信仰方面一定的。刘老师可以。差不多了，现在好了吗？可以了，可以。现在可以了。好的，好的。啊。还是有问题可以问评论区也有问题，老师。评论区也有问题。我看给力也在这听是吧？哎，那个两个多小时啊，这老师辛苦了。那没事。的确是。于明老师也在啊。啊，谁？于明老师是你们的学生吗？还是于老师啊？学生吧，嗯。好的，李老师，那就由于时间关系，好的，那我们就今天的讲座就到此结束。非常感谢你啊，本来是说给我们带来这么一次讲座，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我们也不能请您到我这来，等合适的时间，我们再进到我们学校来。让我们学生做这个面对面的交流，好不好？好的，好，让我们好的，谢谢熊老师，谢谢同学们啊，好的。